叫不出名字的东西。马桶。它像是洗屁股的，叫什么？这个是饮水机上的，叫聪明盖。地标。这不是骰子吗？你别笑，摸起来的。指示柱。我知道，它叫精神堡垒。对。尼玛、这个叫雪糕桶。对啊，这不是高速公路上那栅栏吗？这是反光板。这个是防远光的那个防眩板。对耶，他叫皮特托先生。对跑步机啊。这是个器材。这个是那个太空漫步机。对叫此路不通，叫啥呀？